这一合的时候啪就打了，这一出手就这样，靠，我一沉这个地方他就下去了，这个手抬起来，哎，这是退步跨虎，看，别动，看到了吧？这是退步跨虎，翻一个个走，这就一定要翻过去了。过的时候我绝对不能让他过来，马上来这个，看，哎，好，他就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这么，一定要这么转他，一定要，就在这个时候不服气是吧，小伙子一咬牙不服气，拼命搞不动他，不服气吧，看啊，已经有了孩子了，啪的，不要的，不要的，没找着就打，还是金刚倒锥的变招，错过了，一转身在这儿这么打，六风四臂，六风四臂这边是拿的合谷是吧，这边掐住是里面内关，前面这个地方是手三里是吧，你看这看是吧，你看一看什么感觉，试一试怎么样，合住，死死的往下压，你在这方继续疼，继续这个地方一下，看好了，看见了吧，翻，是一抓，看，啪就翻过来转，看一个六风四臂横着打他，他这么一打，他一沉的话我跟着一走是这么打的，这往下，这往这，啪这一打就啪就过去了，这不就没了吗，看到没有，看没事吧，但是一开这个步他两个人都得倒，用肩来抗他，这抗了这一拳就完事儿。哎，这一转你看吧，放上，一转腰他就完了，一放上就看腰，踢水这个动作，手往下一下，就这个动作肩就打着了，但我手一下他就够着了，不，一转这个腿，看一转这个腿，这就完了，躲一下，哎，看，啪又来一个，看吧，一拳啪又来，看